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我们首先呢还是要谈一下这个中美关系。那么这几天呢，本周以来吧，那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仍然是呈现一种越来越紧张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昨天，也就是这个10月11号，那么美国媒体呢披露，抓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官员，那么是在比利时抓到，然后呢引渡到美国，并且呢是在这个西辛纳提呢这个首次出庭。另外呢这个也是在昨天，那么美国参议院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了一个这个限制令，就对这个民用的这个涉及到这个核工业的这样一些这个材料也好，产品也好，技术也好呢，这个限制呢向中国这个出口。那么整体来讲呢，给人感觉确实越来越紧张。不过呢，这个今天也就是这个10月12号，那么美国媒体报道说是现在呢，这个美国呢，特朗普有意思呢。有意啊，要在这个11月份，这个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首脑会议呢，要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啊，以及这个对外贸易主任那个克罗德，负责这个联系这些事儿哈。那么从这个彭斯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公布这个美国对华政策以来，那么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呢，是这个中美关系呢处于一个紧张状态。那么呢，现在呢又放出特朗普愿意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这么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思考。第一个呢，就是说由于这个中国在这一段期间呢，对于这个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这个一直是采取一种这个就是不能说这个就是说一直是采取一个非常严正的立场，就是坚决呢不妥协。那么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发动这个贸易战呢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呢就是说导致让这个特朗普坚持对中国强硬这样一种政策也好，态度也好呢受到了严重挫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呢，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那遭到了美国企业界、美国各界以及美国这个地方啊，包括州县政府哈，基本上是反对声呢是非常的这个强烈。那么第三呢，这个最近这几天呢，美国股市呢连续暴跌。而且呢，全球科技股呢也受挫，这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与这个企业界对这个中美贸易战未来的发展的担忧呢有关。我想呢，这个整体上中国的坚决态度，那么美国对于中国打压这种这个政策的可以说失效，以及呢对于这个贸易战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金融领域在企业界的这种强烈的反弹看呢，这个迫使呢特朗普不得不呢主动的寻求呢要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当然了，这只是一种这个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媒体的报道，那能不能成型呢还很难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特朗普最近这一阶段看起来比较凌厉的对于中国这发起这样一个攻势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凌厉，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现在特朗普或者特朗普政府对于后续的发展应该说呢，这个还是比较担心的，所以他们也想缓和。那个虽然呢也是在这个10月11日那个特朗普放话要考虑对这个中国2500亿这个进口商品呢要加税，
所以呢，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一边打一边拉，那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他内心的还是比较这个虚弱的，就是说他没有强大到那样一个程度，就是把这个战呢打到底。那么这个特朗普这样一个行动，对于中期大选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呢，肯定是有的。当然了，这个因为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因为中期选举呢是11月6号，所以呢，但是中国政府呢，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这种说法，就是安排特朗普在今年的11月份，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与习近平见面这样一种说法呢，中国政府呢目前呢还没有态度。那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呢，我们可以推测，无论美国政府唱什么高调，这个美国政府在解决这个美中贸易问题上呢，应该说缺乏诚意，而且呢一天一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呢，这个对于美国政府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应呢，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美中关系呢？到现在为止，虽然这个特朗普政府唱出了高调，要与习近平会面，但是呢，缓和的可能的迹象呢，并不大。那么，我们再简单说一下这个所谓这个间谍案。那么，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第一个，这个案子本身来讲呢，从这个人姓徐，那么他的这个职务呢，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呢，就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说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个副处长，那么另一种说法呢是安全部什么什么东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从这个美国媒体的表现来看呢，就是美国司法部和这个 FBI 对这个人的职务的问题呢说法呢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来看呢，就觉得这个案子呢不实。那么就是说，你抓一个间谍，你所谓的间谍，你连他的在这个中国这个国安部、国安系统当中的一个职务都没有弄清，是司法部说的对呢，还是 FBI 说的对呢？所以这个难免呢，让人产生对这个案子本身呢产生质疑。这第一。第二呢，这个说这个人呢是今年4月份在比利时被抓，那么呢，这个说这个被抓，当然了，是这个 FBI 呢设套，那么把这个人抓住了，那么这个大概是10月11号吧，就宣布这个人呢被从欧洲呢引渡到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是引渡呢还是绑架，这也很难说，因为那个 FBI 到这个第三个国家啊，就是到这个在比利时设套抓人，是不是符合这个当地的法律，对吧？这个呢，其实在法律方面呢，还是有探讨之处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人所谓的间谍的这样一个行为，对他的这个一个事实的陈述是，这个人邀请这个通用汽车公司负责这个发动机的这样一个这个技术人员呢，到这个中国呢去这个讲学，那么呢？就认为呢，这个人呢是企图呢获取美国发动机方面的情报。那从这个中美两国贸易和从中美两国交流这样一个角度来讲，那么中国的这个大陆的官员邀请美国的这个技术人员到中国去访问讲学，这是在商业这个活动当中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不能以此呢就认为是这个。这间谍活动了，所以呢，等于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抓住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间谍，在这个间谍活动上的证据呢，从目前媒体的报道上看呢，并不充分，也很勉强，那么难免呢，给人一种这个是不是构陷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这个美国把这个这个中国徐姓的官员这个案子披露出来。难免呢，让人想到这个当年这个美苏之间的冷战。那么在冷战前夕呢，
这个双方也是互抓这个间谍，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很多华人也议论，这个是不是如果是这个美中之间发生冷战，那显然对美国的华人不利。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案子抛出来，无非也就是为这个特朗普或者是彭斯对于中国提出的种种指控提出点这个素材，但这个案子本身来讲呢，是并不令人信服的。那么呢，中国政府对这个案子本身呢，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表态。所以呢，中美关系呢，这个到目前为止，似乎呢，这个中国方面呢有一些主动权，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政府提出这个要安排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那么中国政府呢目前还没有答应。如果说这个中国政府拒绝这个美国方面的提议，就是习近平在这个20国会议上不与特朗普见面，实际上来讲呢，这对于美国政府呢应该是一件尴尬的事儿。当然了，见面呢是有可能呢，是有机会呢来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国政府这个一贯的这种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啊，这样一种这个反复无常的行为呢，确实让中国政府呢担心，见了面呢也可能不解决问题。那么中美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现在呢，再简单谈一点这个将在11月6号这个发生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个最近这几天呢，洛杉矶很热闹，这个共和党加州州长的候选人，John Cox，那这个在11月10号访问洛杉矶，那么一些这个亚裔社区或者华裔社区的这个人士呢，也与这个 John Cox 见面，那么表达对他的支持。那么民主党加州这个候选人，这个Kevin 纽森，那么在这个11月11号，在10月11号，也是到圣盖博谷地区，那么与亚裔社区领导人见面。那么这个11月12号，那么竞选连任的这个洛县警局局长，麦克托纳，那个也拜访了华裔社区。这说明这个11月中期选举呢，应该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这种这个争夺呢，它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民调的显示，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在在这个选票上，在支持率方面呢，也可能是咬得很紧。那么，所以呢，这个亚裔社区或者华裔社区的选票呢，可能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么，在这个加州，那么人口呢？已经达到了这个3900万，接近4000万，其中15%呢是这个亚裔，所以呢，在选票紧绷的情况下，那么亚裔的选票呢就是非常重要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然了，这个选举呢完全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就是说你支持谁都可以。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觉得呢，这一次呢，亚裔的选票呢应该是非常重要。也可能起到这个关键性票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华裔选民呢，这个应该仔细的阅读这个竞选手册，那么弄清候选人的背景，弄清这个各项这个议题，那就是说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投谁呢都无所谓，关键你要投出这个自己的票，这个我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关这个选举的这样一个这个中期选举的详细的情况呢，我想呢，我们在这个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这个详细的向大家介绍。好，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儿。